出了13张的音乐作品，创造了千万的销售量，有4次的全世界巡回演唱会，几十个城市，同时呢也有数百万的观众看过他们的演出。好，我们先在这个有大大的 SHE 的大门前来一个合体合影。当然在这几年三个人呢，无论在主持啊、戏剧啊、代言啊、演唱会啊、音乐的事业上都有非常好的成绩，在过去的15年有好多的精彩回忆，我们也非常开心在这里为大家呈现一个团圆展。在过去呢这15年的精彩的作品，或者说一些值得纪念的物件，都在这里呢会做一次的呈现，这也是华人团体的第一次啊，非常盛大的一个团体的团圆展。那么这团圆展呢，当然他们三个人付出也很多，待会呢请他们亲自为我们介绍到底在筹备的过程，还有现场到底粉丝们会看到什么精彩的作品、经典的回忆。好，请三位视线一致哦，谢谢。好，感恩感恩，非常有默契的三个人，当然最重要是他们在过去创造了无数的经典好歌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待会还会有两个拍照位哦，就是到我们的展区。我们先请三位呢来跟现场的所有媒体朋友来问声好，大家很辛苦，很早就来了，今天大家都为了你们很早就来 stand by 了。哇，谢谢大家，真的是哦，今天通告应该不满吧？哎，对对，今天班不多。哎，哎，先跟大家问好。神话一般的存在啊，三个人哈、哦。这个展哈、哦，我们先来讲一下。刚刚你们从那个蜡像出来，其实这个蜡像也得来不易啊，上海运过来的。对，是、坐头等舱来的。就头等舱，头等舱可以躺，但是商务舱是不能躺，只能坐。你现在讲的是真的吗？对，他们不是坐货舱，是坐头等舱吗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。OK， 够，应该是货舱。对了，应该会坐到一个长形的盒子。天哪，怎么觉得不吉利啊？没事没事，蜡像本来就应该这么处理。丢掉起，丢掉起，保存很困难，对，对不对？听说他们三个人比真的 SHE 还难保存伺候，完全是巨星架势，需要有装法，还要有空调伺候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要随时补妆，是，我们随时调整头发，随时补妆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还要有装法帮他们弄就对了。对，而且到了晚上还要他们会太干，对，要保湿他们的皮肤的光泽，所以会帮他们吹一点点水汽。哇，真的。所以白天有冷气嘛，晚上这边冷气关了，大家下班，他们还要继续吹冷风扇，是保持他们的这个状态，皮肤状态一切不会，其实那才能真实呈现我们本人的模样，有道理哈、哦。但是皮肤就真的很 Q， 可是好像有点坐太高了，文娜姐。没有没有，穿高跟鞋没有啊，穿高跟鞋不是怎么样？哎，没事没事，你也想坐一只啊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不用坐高跟坐的像姚明。我刚可以吗？我有这个荣幸做成姚明身高的蜡像，我其实蛮乐意的，我觉得 OK。OS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 OS 就讲出来，我们大家都听到哈。所以呢，各位，这光是这三尊呢、啊，就非常的值得，因为做的好逼真呢、啊，超级像的哈。真的。那当然，我们会保存好，以免隔天大家来变恐怖蜡像馆，所以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。但除此之外，更想了解15年的回忆太多了，请问你们三个人怎么样去整理？比如说，我看到那里有两个柜子，三个柜子。好多好多，待会大家可以进去看你们的收藏。对 ，Bibi， 你准备了什么？你当时在筹备的时候，你贡献了什么？我贡献了我们大量的私生活的照片，是像以前啊、十几年十几年前那时候很流行拍立得，对，就贡献了非常多，就是随手拍的拍立得，跟我们私底下、那个时候很喜欢拍一些 Lomo 啊或什么，对对对，就很爱玩那个东西啊等等，然后就会在旁边写字，对，就很多这种东西。是，这些都是都留着，好棒、啊。对，留着还有一些小礼物，因为，我今年因为刚好是断舍离年、所以在准备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其实很多物件已经被我删除掉，所以我留下来的都是精华。了解哈、这个什么叫断舍离年呢？就是你在搬家吗？还是为什么要有些东西要丢掉？整理家里，把很多东西都已经。处理掉，真的、所以本来应该还可能有更多，对不 对？但是不用担心，我们团体里面有一个非常会处理的女子，好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待会来揭晓到底是谁啊、本身有拾荒的习惯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所以他贡献了很多哦，敬请期待哈、所以 Hebe 呢，在断舍离的阶段，幸好他留下了一些很珍贵的，尤其私底下的拍立得，对，那个在过去粉丝怎么可能看得到呢？对、对不对？那些照片，当时的回忆就全部涌出来。明白，好 ，Ella， 你贡献了什么？我也是贡献了一个小信封袋，然后里面你
你只收藏了 SHE 十五年，你煮了一个信封袋、啊，有很多东西，其实我都那个寄回去屏东，因为屏东房子比较大，然后妈妈会帮我整理做照顾，但是因为前阵那个时间太忙，没有时间真的回去好好找到， okay. 但就是留在身边的就是。有几些有几样这样子， okay. 就把它拿出来。信封里面是什么？你这里也是照片，也是有照片，是照片，哦、还有一些小物。了解、嗯、哇，这里面有很多珍贵的东西。因为你说 CD 这些可能歌迷都有了，但你刚刚讲的这些反而是大家最想看到，而且没看过私底下的、嗯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位阿桑哈，这位阿桑，这位太太，拾荒女子。是，听说你拿了一皮箱的 SHE 的收藏品，好像要离家出走一样、哦。我真的拿了一个行李箱，是什么？而且其实我觉得应该从更早讲起，其实我们为了这个奖。我们自己跟公司开了很多次 okay, 必须的、嗯、就从头到脚都我们自己有很多的想法，我们也提供很多意见，但最重要是我们要拿出我们自己的诚意嘛，所以我们才回家整理。对，然后我真的是我很忙，我日理万机的人，但我还是找出了一天皇上驾到